大家好，我叫陈朝，今年27岁，来自四川绵阳，我是一名武术演员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环。我知道这是环。我是说这是来干嘛的？用于干嘛的？用来表演的。表演的，这有多少斤啊？30斤。有多大呀？直径？直径是1.77米。1.77米。对。这个数字有讲究吗？为什么是1.77米，不是2.88米？因为他这个是根据我的身高来定做的。你身高有1.77米？没有，1.68米。对呀，那我高10厘米。为什么要高10厘米呢？因为太小了的话，转起来动作会受限制。这种舞蹈是你自创的吗？其实他这个节目他是从国外传过来的。国外传过来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学他呢？因为我从15岁开始学习武术，开始我学了特别多的东西，像武术、散打、套路、童子功、变脸、杂技，还有羽毛平衡术。羽毛平衡术，就我们原来看得过的。学了这么多东西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个杂技表演家，还是个武术家，还是什么？我最开始是武术，以武术为主。我以前是个武术演员。武术演员。对。所以你很喜欢这一类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力不太好。这耳朵不好，跟你想练武术这些东西有关系吗？有关。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小时候我听力不好，当然我的文化就不好。我想的是我文化学不好，我想把艺术这条路走好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文化不好，我就走艺术这条道。对对，这个东西等于是我用了10年才找到的。10年才找到了这个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在他身上我可以做出一番成绩了出来。不就一环吗？怎么就比你以前学过的那些东西都吸引你呢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有啥不一样？不就是呼啦圈吗？对呀，呼啦圈嘛。啊，算了，你先给我们演示一下，我们看一看魅力到底在哪。好呀，好呀，我也很期待啊。掌声。感觉这个环儿就跟它长在一起，就是对有魔性一样，它不是一体的。
这一类的表演在国外有时候也能看得到，但是他身上那个就带了那种中国风以后，完全觉得不一样。对，我就猜说国外的东西应该就是杂技类似的，对，但他结合了武术进去。对，你会发现他不像是在表演，是，他像在跟自己对话。对对，非常的享受，自己在跟自己说话。所以当他表演完了之后，你就可以体会到他刚才说的那个，我学了这么多，我都发现不是我渴望的东西，直到找到这环儿，他觉得哎，这是我想要的东西。你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，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真正属于自己？对对，啊，我就是我学这么多东西，很多朋友就是不理解我。那他们不理解你，有人理解你吗？我父母。你有妻子吗？有。你妻子懂你吗？开始不懂，然后后面慢慢支持我了。啊，听说你最近做爸爸了是吧？对，然后孩子刚出来五天时间。小子还是闺女啊？然后儿子。儿子，他将来也玩这个吗？对，他也玩。他才出生几天，他将来也玩这个。我给他取的名字就叫圈圈。圈圈好有趣。那以后跟我一块转圈圈。小圈圈。行啊，练这个东西苦不苦啊？很苦，很苦。你看，这手啊。我的天哪，真的不容易。这个练了多久？练了多少年？练了3年。你是自学吗？自学，我是。你之所以学得快，是因为你有武术基础吧？有一部分是。还有杂技基础，你的平衡性好。你还玩过羽毛平衡术吗？对不对？你肯定平衡性好。对，一看平衡性很重要。这个平衡性没有关系。你不平衡，你不就倒下去了？对。我转了，但是他那个。你让他们转试试看，早就鼻青脸肿了。对吧？对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些简单的动作吗？除了啊，我们啊，旋转是可以的，是吧？谁想来尝试一下？个子要个子跟他差不多高啊，因为环小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呀。你手的力气应该不够。你们是双人旋转是吗？我觉得你带着他，杨蓉你都够不着上面。把脚踏上去。我觉得够着啊，好，不行，他是身材不够高。哇，这样也算啊，带着飞，这样也算啊，大家一起。太累了，下来吧，不行，对，其实个子还是要高一点，我的个子应该差不多。来一下，这样是吧？对，是这样吗？那个脚，对，脚往上，对。3、2、1，哇！哇，小心，确实是有点惯性。再来一遍。来，加油！确实，要练起来的话，这个动作相对于简单，相对比较帅气，这个动作。